scream, strawberry ice cream. Midsummer's daydream, sipping in between. Long days, warm nights, gliding like light kites. Sapphire, clear skies, whipped cream, cherry pies. Ooh, every year right around June 21st. Ooh, I slip in my swimsuit, diving head first.感受不到它在移动。现在下午2点多，吃完饭，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著名的景点，叫 Butcher Garden， 这是北美第一大超级大公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可以来普及一下。Guess I gotta say it twice, it ain't my fault. Every little thing got a price, that's what I thought. That's what they taught. Yeah, I'ma take my chance till I drop. Mm-hmm. You know this ain't the time for the two of us. Ooh, I ain't got space to be thinking about going on. 我们现在到市中心，然后这个是省政厅。我们刚刚开车游了一圈 Victoria 大学，然后现在来了一个 lookout point， 叫 Cattle Point， 对面是雪山，简直太美了。Just so I could floss, yeah. With my new bitty, she ain't let my s off yet. Could've been you, still feeling on my ditty, but you lost that. 我们现在来吃饭了，在 Victoria 找了一家日料，本来看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实在是太过于火爆了，排队的人排了一整条街，然后这一个日料就有一个吧台的位置，我们就挤进来了。You had real privileges for this. All snaps. Now you getting time out. Cause you hit it where my heart's at. Got me going deeper than a Mari when that ball snap. 早上好呀，现在是星期二的早上，我们刚吃完早餐，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叫 Ford Road Hill， 是一个加拿大的 historic site， 就是历史相关的。它看起来好像跟打仗有关嘛，因为我们看到了几个炮台。然后我们现在把车刚刚停下，准备走进去。我们现在进到这个 Ford Road Hill 里面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防御工事，前面会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是1860年建。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在1878到1956年是有海军驻扎这个地方的。然后这个灯塔呢是加拿大西部，就是 West Coast 西海岸的第一个灯塔，现在已经是没有军队在这边驻扎了，以前就是大英帝国下面的军队在这里防守。我们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往南边，现在来到了一个 provincial park， 叫 East Souk Provincial Park。你看这棵树，它的杆儿特别不一样，然后它上面还有这个松树才有的 wither here， 感觉这棵树杂交了。我们现在开了半个小时的车，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方叫 Malahat， 一个 skywalk，
然后它全程大概是2.2公里，可以一直走到一个很高的塔上面，然后可以选择滑梯或者走下来。不怕高，只怕离心力的人，下面这里是空的，他不害怕，他也在这儿走。 I can't。 我们看到的对面都是美国了，好近啊。在温哥华岛的这一片的地方，它居然是地中海气候，太神奇了。哇，我这镜头都快放不下了。这棵树，棵树大概1450年出生的。现在是3:50，我们定的4点的位置来吃这一家非常出名的意大利菜。然后它现在还没有开门，它是4点开门，我们是 literally 第一桌。这个面包跟的是这种有点酸酸辣辣的酱，这是我第一次吃不是跟 butter 的，真的很香。我觉得我们还挺幸运的，我是昨天在船上来的时候看到网上的评价，然后订的位置，它只有第一桌4点跟最后一桌9:15，我们就订了下午4点来吃。这个是必须要订位才能进来的。这个 salad 上面的这个是炸的 cheese，吃得惯吗？我 OK， 我觉得好吃。好吃。太搞笑了，这个 salad 上错了，我们点的其实是一个 Caesar， 它刚上来的时候我都忘记了，就直接吃了，觉得好好吃。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这个鱼汤。无论去哪里都是点这个，看这有一只孔雀，它跑到外面了。这可真的是第一次在街上见到孔雀呀，满地的孔雀呀。只要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里是属于地中海气候，然后温哥华呢是属于海洋性气候。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感觉就是这里比较干燥，感觉要比温哥华干燥。我一查这个地方确实是 BC 省最干燥的地方，冬天的平均温度大概是4到8，跟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比的话，渥太华是-10，这里是大概4度到8度，就是全家到最暖的地方。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尝试唱歌，把声音搞大一点。
帮我可以远离一下，不要过来，谢谢你。哎，我们现在已经开车到 nanaimo 啦，现在在这个 harbor 这个港口这儿，然后在网上搜到这个港口就是有一些它的小档仔可以在这里选东西。我找了一家 fish and chips， 因为它的 fish 是可以选的，然后来准备 check it out。这个是 oyster， 然后这个是鳕鱼，这个是比目鱼，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fish and chips 有这个鱼。这个 fish and chips 也挺不错的，但是觉得没有去年在纽芬兰吃那个那么好吃，那么酥脆。然后这个鳕鱼跟比目鱼，吃不出什么区别。要是不说的话，我也不觉得是两个鱼的品种。我们现在从 nanaimo 的 downtown harbor 那里开了大概20多分钟的车，来到这个地方叫 Neck Point， 这边有几个 part 连在一起，是一个小的海湾。Coffee now, sir.我在这海边坐着，穿着外套我都觉得好冷。那边有两个小孩跑到水里玩， Oh my god， 这海水应该巨冷啊。我们来吃晚饭啦，这个是在 nanaimo 比较火的一家日料，反正我在小红书上看他说是最火的一家日料。我们定了位置，然后先来吃饭了。好开心呀，又吃日料啦。嗨，现在是星期四，是我们在温哥华岛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明天中午就要离开这个岛。今天我们就是从 nanaimo 坐20分钟的渡轮，然后去到了那个小岛叫 Gabriola， 我们现在是要开车去，所以现在正在排队。小的时候感觉暖和了很多，风小了很多，看我的头发就能看出来。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 beach， 这里就不是任何的 provincial park 跟 national park 那种地方，这边看起来会比较蓝一点。刚刚我们飞飞机那个地方是一个海湾，就很多船停的那个地方，那里其实拍出来有点绿。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小平台子，感觉是可以飞机起飞。这整一个壁全都是坑坑巴巴的，就这个地方有一块大石头专门给人起飞的吗？吃完饭，然后开到这个附近一个壁画小镇。现在这里有一个博物馆，然后这附近的墙上就还蛮多壁画的，比如说 this one。
们在岛上的最后一个早上，然后来吃一个 brunch。outfit 从头到脚一模一样。现在是星期五下班了，然后我们来吃一个新冬季火锅，好吃。我们今天最后的晚上来唱一个歌。我至少三年了，我可能五年了。哎呀，这个幽暗的环境我已经很陌生。我准备在这里点歌，然后看到了有粤语、国语跟普通话。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国语跟普通话？你看那个，哦，是不是闽南和台湾？但它 Mandarin 和普通话哦。我想你这个是听过。